环球传播，以贴近时代的传播平台，传递爱与关怀，点亮每一颗心。精彩的生命才能唱出泉涌的歌，生命有爱才不会留白。同唱一首歌，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环球传播为您推出的诗歌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星光。今天为您介绍的诗歌是数不尽，此曲由余音莹创作，尤志廷、吴伟廷演唱。歌中唱道，数不尽数不尽你的恩典，说不清我心中的感谢，每个破碎你要再次的重建，是爱的印记留下的痕迹。本期故事的主人公布罗德·里克·亚当斯从小就和母亲去教堂做礼拜，然而真正影响他的是那个酗酒虐待他的父亲。布罗德里克回忆说，我内心总是有一种恐惧，不知道他是否会喝醉回家，如果他真的喝醉了，一定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他一定会打我骂我。布罗德里克的父亲也承认，在孩子小时候，他的确控制不住自己，总是喝很多，回家就发酒疯，对家庭产生了很严重的坏影响。正是在这种环境中，13岁那年，布罗德里克不再去教堂，他追随父亲的脚步，也开始吸毒和酗酒。布罗德里克说，我知道这不对，但是这些东西能让我暂时麻木，让我暂忘记现实，我想通过这种方式逃避发酒疯的父亲，逃避虐待，逃避恐惧。我实在受够了我父亲在我母亲、我兄弟还有我身上做的事情。但是吸毒和酗酒也给我惹了一大堆麻烦，警察经常来找我，学校的老师也总是骂我，家里更不会有一点好听的声音。最终在布罗德19岁时，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付出了惨重代价。那天他先跟朋友喝了一整天酒，然后又逆行飙车，引发了严重车祸。布罗德里克回忆说，我脚踩油门驶入逆行车道，就是想看看在不被撞死的情况下，我可以开得离对面的车有多近。然而当我转弯避让迎面而来的车辆时，因为速度太快，我的车直接翻了过去，把我甩出车外，直甩到大约10米开外。我的朋友在车辆停止滚动后，好不容易踹开车门才得以逃脱。当他在路边的树林里找到我的时候，看到我浑身是血。环球传播，传播主爱，点亮生命。环球传播，接下来的30天，布罗德里克在亚特兰大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度过。他从胸部以下完全瘫痪了。脱离危险后，他回到家里养伤。前3个月，他甚至都不能下床，也不能吃东西。他开始意识到自己除了像死人一样躺在床上喘气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，经常连续几个小时都在哭泣。他的父母看着他什么都做不了，无能为力。布罗德里克说，我完全看不到希望，在那条极其黑暗的隧道尽头，我完全没有看到任何光明，我只是感觉自己在一个无底洞不断下坠，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。当时我只想喝更多的酒，吸更多的毒品，甚至希望就这样直接弄死自己，这样就解脱了。就这样，他不等伤病痊愈，
就再次回到派对上变本加厉的吸毒酗酒。最终他因毒品和非法持有枪支被捕，被判处了2年监禁。有一种力量叫安息，有一份坚强命依靠，生命中每个停留都有注定美意，等待成我无声的祈祷。布罗德里克回忆说，我进监狱时是22岁，我还坐在轮椅上，处在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。我终于意识到，我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了9年之久，而我所做的只是把自己的生活全搞砸了。最终，我决定要把它全部交给上帝。我选择勇敢面对我的余生，让圣灵引导我。在接下来的2年里，我每天都与神独处。2年的监狱生涯更像是一种天国的学校。他原谅了父亲多年来的虐待，并祈祷自己的父亲也能把生命交给耶稣，从酒精中解脱出来。在他的刑期结束之前，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，他的父亲也悔改了。布罗德里克说，我的父亲也开始向上帝呼求，他向神求怜悯，神就怜悯了他，将他从酒精中解救出来。我相信上帝肯定回应了我的祈祷。他的父亲也承认说，那天我确实跪了下来，并且从那天起事情开始好转。我意识到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，我感受到了神的同在。真的，一旦你得到了这份恩典，你就不想失去它，这是你能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。数不尽，数不尽你的恩典，说不清我心中的感谢。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，布罗德里克出狱并结婚了。他身上的伤疤提醒着他要永远隔绝过去的生活方式。他说，我要为上帝而活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。出狱后，过去的朋友想让我再次回到他们身边，但我不想再跟这种生活方式有任何的关系，它没有任何益处，只能摧毁我。如今，布罗德里克经常这样劝解别人，如果你选择顺服上帝，如果你选择相信耶稣，并祈求他进入你的生活，原谅你所有的错误，并帮助你，一些奇妙的事情就会开始在你的生活中发生。上帝一定会把你的悲剧变成胜利和喜悦，他一定会纠正你的错误，在他那里有数不尽的恩典等着你。有一种力量叫安息，有一份坚强命依靠，生命中每个停留都有注定美。
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，我们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环球传播.org。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，祝福更多家人朋友。